你可想好了？这也算是跨专业了。有时候把爱好当成工作，最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嗯，你说的有道理。但我觉得，要是我不去试一下的话，我以后会后悔的。我支持你啊，反正我们还年轻嘛，是该多尝试一下。嗯，走，买件漂亮衣服打扮一下。走。辞职？你要去漫画社啊？嗯，梅姐前几天给我看了他们漫画社的招聘海报，所以我想去试试看。你想去漫画社工作？嗯，那也不用辞职啊，你过去试试几天，不行再回来。那不行，这种行为叫做脚踏两条船啊。可能我形容的不是很准确。一般这种情况我们叫骑驴找马。孟律师，我知道我这次的行为辜负了您对我的信任。停，别搞得像受教育一样。你真的下定决心了？嗯，即使我这次没有成功，之后我还是会去试试看的。我知道画漫画一直是你喜欢做的事情，但是我要告诉你，云说把爱好当成工作未必是一件好事，不过我支持你。
高志毅，那我先走了，拜拜。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你这不明知故问吗？我为什么要接你电话？毅毅，你连个解释的机会都不给我吗？渣男总是有各种理由，你今天想要哪一个呀？你之前遇到的那个女孩，确实是我家里给我介绍的女朋友，但我们相处一段时间觉得不合适，就分开了。后来我遇到了你，但那个时候她妈妈出现了严重的心脏病，需要做一个搭桥手术。那你看，为了照顾她妈妈的情绪，她就请我帮忙暂时伪装一下。我一心软就答应了。故事很感人，但是我不信。毅毅，你要是不相信的话，我可以带你去找她，让她亲口告诉你好吗？你倒是真会编故事，怎么连演员都请好了？你怎么来了？林诺，我今天郑重地告诉你，我从来没有骗过他。毅毅，你不会真的相信他的鬼话吧？你不是说下了夜班回家睡觉，晚上一起吃饭吗？怎么过来了？刚好路过，想着午饭也想跟你一起。现在后悔，行，我现在后悔，行了吧？别别，依依，哎，我开玩笑的。开玩笑，有些话用玩笑说出来，那就是真的。好，好，我保证，我下次以后再也不敢那么说了。来来来，喝一口你最爱喝的排骨汤。下不为例啊。嗯，我保证。来上。云舒，我真舍不得你，还没有介绍你表哥呢。他真结婚啦？嗯，他结婚了。云舒，哎，你怎么来了？来接你下班。表哥，你好。交接手续都办完了吗？啊，都办完了。好。那黎安，我们先走了。啊，云舒，要不让表哥和咱们一起吃个晚饭吧？不了，今天我们还有别的安排。另外，我不是他表，我是他老公。老公？我们走吧。
潘总，您是不是对那个云兰有意思啊？我觉得我们的关系可以延伸一下，我们工作中这么默契，生活中那说不定也很合适。韩总，时间不早了，我得先走了，明天一早还有会。这才几点？我听说你们律师可都是夜猫子。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大家先停一下，我们的云兰小姐要先走了，大家最后敬他一杯。好，来，咱们一起过去吧。好好好，来，酒都满上，最后一杯。来，云小姐，走，最后一杯，最后一杯。来，云小姐，最后一杯酒了。对，最后一杯吧。云小姐，我们敬你。云小姐，这是我们大伙敬你最后一杯，祝您事业有成，身体健康。好，来，干杯，干杯，来，干杯，干杯，来吧。最后一杯，来，干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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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你是谁呀？男朋友。这是用语，是啊。抱歉，韩总，我们得先走。云兰，不合适吧？大家都举着杯呢。敬酒得喝呀。好。你没事吧？要不要送你去医院？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爱你。你拍过那么多偶像剧，就没有一个假戏真做的吗？
先喝杯牛奶。谢谢。是遇到什么麻烦事了吧？嗯。我想面试的时候教一个霸总恋爱的漫画，但是这个完全不是我的领域啊。霸道总裁。嗯。啊，我想到一个人。但是我也不确定，他到底可不可以？嗯，还活着呢吗？云舒需要画一个霸道总裁方面的漫画，有些问题需要问一下你。这你。紧张吗？嗯，有点。不用紧张，放轻松一点。我要是过不了怎么办呀？别想那么多，尽力了就好。嗯。加油啊！嗯。我会努力的。那我去了。快去吧。终于结束了，我们吃东西去吧。行啊。没关系，还有机会。拿到 offer 了，哎，今年这个课题申报你申报？嗯，之前沈老师已经帮我申报了。啊，哎，那你今年的课题是什么内容啊？我还没报呢，这不是想着咱俩先通个气儿吗？你不知道，你像咱们这种专家，这个课题呀、啊，得分不同的道路和方向，不能浪费国家资源呀，对吧？吴教授，虽然我们两人都是搞数学的，但我们的研究方向是不一样的。最关键的是，我读的书和您读的书是不一样的。我的观点说出来，你要是不明白，那怎么办？我看就不必了。张教授，你这说的话有点牵强了。各位老师，精准。今天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位美女。他不仅是我们学校的优秀毕业生，未来还会与我们系合作搞一个智能穿戴项目的样本实验数据分析以及相应的计算方式。哎，林老师，大家好，
我是林楚楚。云舒啊，你画的样稿我看完了，我觉得这样挺好的，用漫画记载每天生活当中有趣的点，像日记一样。名字也挺好的，完美先生和差不多小姐。梅姐，你觉得这样子真的可以吗？会有点太简单了呀。可以啊，但是我觉得如果每一篇都用一个金句来加持，效果会更好。金句就好像现在微博上很流行的那种，理智就像一个没有用的锅盖，情感的沸水会随时将它冲开，类似这样的。哦，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用一个金句带出一个主题，我觉得传播力会更好。嗯，梅姐，我明白了，交给我吧。嗯。四华年写的挺适合你的漫画的。哎，你说，我觉得这句挺适合你的。爱情就像打喷嚏，赶上了拦也拦不住，赶不上装也装不像，像吗？很像在说你对张老师啊。嗯。哎，那你看这句像不像你？毕竟你身边太过拥挤，而我不是你的唯一。我。你们不要乱说，我本来心里就挺烦的。嗯，你在烦什么呀？顾潇来学校了。顾潇，好古老的名字啊！你是终于逮到机会报仇了是吧？没有，那我不跟你闹了。
听着名字就很有吸引力。我觉得形式也非常新颖。完全同意。哎，梅姐，我的看法是时机已经很成熟了，可以开始连载了。既然大家都没有意见，那我现在宣布，完美先生和差不多小姐下周正式。哎呀，为什么没人理我呀？已经正式成为一名网络画手了，我的漫画下周就可以在网上看了，而且是连载。其实我本来今天想跟张老师还有大家一起庆祝，结果他们都好忙啊，没人理我。恭喜你，你终于成为了一名自己想成为的真正的漫画家了。问题要问你，你要如实回答哦。网络上呢有好多好多网友问你，为什么你的漫画那么甜啊？是不是在生活中有一些甜甜的恋爱经历呢？哎呀，这个问题呢，怎么回答呢？身为作者的我，那天晚上被张老师强吻了之后，我突然一下就灵感爆发，然后我就都画出来了。一会儿张老师回来，你打算怎么跟他庆祝啊？我是好好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准备了，三，我今天要主动出击，我要扑倒他。说到做到哦。是啊。
个称呼，我觉得也很好啊，以后就用这个称呼吧，不要再叫我张老师了。嗯，可是张老师这个称呼我有点叫不出口。那就多多练习。练习说到顺口为止。匆匆。